邪四之人了，夫子。三家两头跑在这儿来，真的吗？知道。三道叔是为了救人的，这刀剑是为了杀人的。您的意思是，那些耍刀弄剑的人会伤害无辜，还不如读书人好。 你又会变，父子，我写的。无此可救。
别跟着我。 诸位大唐才俊，恭逢盛世，若能通过龙门雅集的冲刺双试，便可在中出之大典——荣登紫云楼大典，面圣一展才华。风神君，请要迟到，时辰已到，诸事开始。 这才是长安吗？快！救命！哦，陈医生，快点，快点！淮南道举荐者，扬州学子崔欢。扬州学子崔欢，在。河东道举荐者，靖州学子。 周若华，在。安西都护府举荐者，岁夜城李白。快上！岁夜城李白。岁夜城？哼，怎么回事？安西的怕是不敢来了吧？公公，那还等吗？相公。 往车里装什么呢？务实为先，以长安为题。左师，以手。我。 这，好，有时三刻。
亲吏部宣布结果啊。高公公，还有位学子撤白为血，既然怯了就不必再等了。稍等片刻。有时即刻。这场安西来的学子一律不用。放肆！公公，您刚才所说的话依的是哪条规矩？何日平胡虏，良人罢远征，是不错。听说是你救了那几名工匠，有两下子。青龙坊武侯部对证于义，那两名劫匪你还记得吗？看穿着像是安西人。安西谢了。哎，你考得怎么样啊？考得好又如何？一句安西人不得录用就让我走了。嗯、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们安西都护府派人往长安机库受审，结果呢？连人带石头都失踪。这上头要是查办起来，小老弟你得受点牵连了。这圣石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啊？石头一丢，安西受牵连了吧？你又是安西举荐的，不把你逐出长安啊，那算你运气好。输得多难看。那圣石长什么样？我就有点了。哦，石头啊，我也没看见。不让考就不考了，什么大不了的。嗯，放心，有我于毅在，圣石肯定能找到。
到时候让你继续考试，收。不出三天，这就李白求见，李白，还没让你进来，你怎么硬闯啊你？你还想把我多久？龙门雅思的名单一出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什么时候瞒你了？才到长安没两天，不就过来找你？你还装蒜？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都是用来撒谎骗人的。认得你了，这是本公主亲手打造的开元大鼎，它经得起赤焰的温度。这是我们当年在峨眉山一起发现的玄铜锁镯。亏你还记得，我还送过你一些呢，你早扔了吧。你上次不辞而别以后写的那些个酸诗，我倒是听了不少。对了，西域护送的朝廷贡品是你们接洽的吗？是。安西护卫队运送圣石走的是哪条路线？走的是……你向我探听东西，你拿什么来换？云梦泽的夜明石。我要它做什么？又不能吃，不能喝。安西护卫队本该昨天早晨就到达本观交托圣石，然后再从西北边的开远门入城，可如今已经晚了一天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到。哎，你问这个干嘛？跟龙门雅集有关？你说这查个曲江上的渔船案怎么查出城来了？那被绑车夫听匪徒撩到开远门，你聋了？对啊，不是我的意思。闭嘴！我看这一定是发生了一场恶斗。这不是一把中原短凿的刀，不是。车辙印很新，应该是昨天印上去的。死案了，我才当开家呢。对啊，刚从洛阳那边调回来的，在长安不就是当个？以前你们怎么查案我不管，以后得对得起这腰牌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刘匪，弯刀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长安城内活动啊？哦，最近有个安西的杂技班在我们的演出场所演出呢。安西的杂技班？
气。哎，老板，你看一下啊，上好的薄皮虎皮，来看一下。又在那皮啊？来，是。满了。我听说安西的杂技高手前来长安，特意前来观赏。台上演的是哪儿出啊？好像是皇上刚登基那会儿，安西流寇作乱，被咱打服了的那场，叫什么来着？五街之战。哦，对，五街之战。快看，裴大将军出来了。对，好。戏法变得真棒哎，这叫方术。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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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真好。啊，小老弟，你也来。圣石的事情，我们就。估摸着我在新城里的杂技班很有潜力，这新城里的人都很有嫌疑。像你出巧，开亮的，真是个书生。护卫，你们瞎眼什么？我大唐的剑圣怎么会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没事，跟我分，不快走。
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尾巴露出来了吧？全长安城能打过我的就没几个，有种，一起上！来得及！哎呀！我不想死啊！不想死是吧？嗯，可我不想死啊！老子砍死你！谁？身上的气息和在中原圈养的小羔羊们可不一样。圣石是你们偷的吗？燎原之火就要燃起来了，跟我进去搜。过去个人吗？啊，追啊！不用追了。是谁？老奴这就去查。无姓无名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等的就是中秋节大典这个契机。说下明白。你知道当年你为什么在岁月城失败吗？你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是计划，我的计划是不允许有一点偏差的。属下明白。鬼壮士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放了我们一家吧，给我们做好工，说不定啊就放了。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求求你们了！放过我！你们把我的老婆孩子留下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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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把剑送给你，以后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谢谢恩公。谢谢恩公。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是啊，有没有看到正脸的？当时啊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妖术所惑。妖术？是什么？只听得见豪侠的宝剑不时发出青狼龙啸。不了啊，还真有人见得黑衣蒙面，如彩云驾雾般的离开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人会不会是裴民裴大将军啊？你是听书听魔杖吧？就算裴将军重回长安，现在也得有60了吧？还能大晚上跑出来表演狗屁啊？说书虽小道，处处有根有。的姓甚名谁，说不定此时此刻就潜伏在这街头巷尾茶楼酒巷里，等待救助横遭不幸的无辜百姓。别走啊！不要！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浪成于危澜之间，行侠义本就要与世间的种种邪恶结下梁子。都太好说，你认识我，我出去透个气儿。
凭你背后的刀能赢我？干嘛追我家来？请你帮忙。找我帮什么忙？鱼，你干嘛呢？快回来吃饭。跟朋友聊会天，你们先吃吧。什么朋友啊？啊，让他一起进来吃吧。不必了。他不。你说吧，你揣着什么名堂？去江上劫百姓的，和戏场里的是同一拨人。同一拨人？他们针对整座长安城，或许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什么更大的阴谋？去戏场查查。几十号人不可能凭空消失。上头下了命令，为保护中秋节大典，戏场被封了。会有吧？哎，你为什么对案子那么上心？因为盛世。不是，那戏场的事你还管不管啊？可真有雅兴，来得正好，快，满饮此杯。我来不是为了跟你喝酒的。那是。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明日直接去参加复考。你的情，我成了，但这复试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等把圣石找回来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去考试。你跟一块石头轴什么呀？武侯什么时候能找到，谁也不知道。可是复考就在明日。我怎么看上去，你比我更上心复试？那是因为，是因为我想让你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，你有才华。应该为百姓造福，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。看，你就是没有这份担当。我只是不想过被安排好的生活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来了长安也不愿意找我的原因。你若是能跳成他们那样，我就有一次担当。
绅士，鸿儒刻骨，别迟到。跟着学人翻墙偷东西，够刻苦吗你？啊，各位大人，小的并非翻墙偷东西，小的是在练轻功啊。练轻功？那你穿这身干嘛？失敬，失敬。别走。大人用啊，大人，大人。分文不让，卖的这么贵？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有位公子哥花钱，让鄙人向官家包了这场子，在这儿试说几天。上头明明跟我说这戏场被封了。准他进场。江南东道举荐者，建州学子郑浩。没有做事的能耐，非得舔着个脸。河东道举荐者，真是挂脸嫌迟。晋州学子，哎，朱若华。怎么，你又想动粗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哎，这可是跟你说话呢。五街之战。你们演的不对，我们认识。我朋友说的。哪位朋友？不管是哪位朋友，一定不是你的朋友。你朋友身手不错呀，最近坏了我们不少的事。你们在长安城，不是抓百姓就是抓工匠。背后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工程吧。酒都给你喝完了，我总得找点乐子吧。长安城外抢朝廷贡品，你这乐子长得可够大的。你也知道圣石的事。你们找圣石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把你那位朋友约出来，我就把圣石的事告诉你，怎么样？要是我不同意，为了你这位朋友，我想你也会同意的。哎呀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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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爆了，信任地陷了，地陷了，它是个巨大的洞啊。首领，这个你还是承受不了盛世的温度。首领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求求你。红楼客馆的计划有变，还有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你。借机放乱，出来说话，通知圣上取消大典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是我在戏场缴获的，扔进大典，一试便知。又见面了，公主殿下。没事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个给孩子拿回去，敷上之后能好上快些。走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走吧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出来坐坐呢？只要你跟你的手下立刻离开长安城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少侠想怎么放我一马？愿闻其详。武侯多半已守卫在戏场外，准备瓮中捉鳖。你知道长安城不止一条暗渠吗？那怎么会以为我们只有戏场一个藏匿之处？你这剑法是和裴冕学的吧？
也认识我师父？何止认识，我这条腿就是裴民所赐。那时候你应该还是个孩子吧。为什么要在碎叶城大开杀戒？你要的谜底就埋在这下面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破坏我们的计划，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？因为我明白你心里有结，让你自己看不清你自己。没想到吧，在繁华的长安城之外还存在另一个长安。前朝旧都因地陷下沉数区尽废，反倒给了我们一个栖息之所。在这里我们收留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们也是侠客，但我们只救穷途末路的人。石头我见过，在碎叶城。你们找了多久？你离开了碎叶城多久，我们就找了他多久。就是他，是能打败我手下的，果然还是他的传人。这把龙泉剑你从哪儿拿来的？师父借的。我父亲就死在这把剑下，当年他在碎叶城遭到裴民的偷袭。是你们先袭击碎叶城的，你到底明不明白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没错，是我们袭击的碎叶城。但你以为唐军出现在碎叶城是为了救你们吗？还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为了生事。我们都被骗了。不可能，当初我明明见到。见到什么？想想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真相重要吗？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也是侠客，加入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了碎叶城的仇恨。不可能！
自始至终你师父都在骗你，唐军去碎叶城也是为了盛世，你应该学学他，记着你心中的仇恨。请看看。是。追！在前面！别跑了！大家跟着！追！在这边！在这边！在这边！好了，追！来，在这儿那边！往里跑！你们看那儿，恶匪们的刀子即将砍得他们人头落地之时。见那夜行大侠横空而出，三两下便使得胜负一手。说书人，若是那夜行者和裴明打起来，谁打得过谁？是。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好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若要硬说出个乾坤伯仲来，这位夜行者不以真身示人，倒是输了一筹啊！这么都是做好事儿，什么真身假身，哪有那么重要？对对对！非也非也，堂堂正正。方显英雄本色呀，我呀，倒是也能理解他的苦衷。那听这意思，您还见过他？哎，您还真说对了。今儿高兴，我给诸位透个大底，让我包下这场子的，正是这位。夜行大侠，伯虎万幸！伯虎万幸！快快快快快，坐坐，快点！伯虎万幸！夜行者杀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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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Yeah!
相宝，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。相信你的，这是一个圈套，倘若你跳下去的话，正好合了他们的心意。我亲眼看见，看见的那就是你的剑。从此以后，长安城不再需要夜行者了。会把你抓走的。好，就当我是戴罪之人。他们盘踞地下，得到了能够爆炸的石头，明日会在大典作乱。你必须要管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救过你一命。真的爆炸，火海蔓延，城内千万人丧命，去阻止他们。长安以后，就算出来个真英雄，又有谁说给我们听呢？雅集的复考都过了，大典即将开始。
朕只看诗不看人，叫他到殿上来试试也无妨。陛下英明。头儿，这戒备这么森严，我们能进去吗？我哪儿进不去？什么头儿？就是。你们俩去把守卫给我拖出来。去。在这儿静候圣音。在下青龙坊侯库，对证无异。事情想问一下诸位使节。使节为何在此逗留啊？伊格拉萨，还是对自己的前路犹豫不定。你小破脑袋要刺杀天子，
不还是输得稀里哗啦吗？我根本就不想杀他，我想要的就是混乱和恐惧。哎，你冷静点。这一切都不过是序曲，上师需要更大的壮志。我不碍事，快去阻止那帮混蛋。看来长安城还是需要夜行者的。不，夜行侠。前几日西市塌陷，果真与你们有关，但那只是小试牛刀吧。你们会利用这一整块石头引起更大的地陷，使得生灵涂炭，这才是你们隐藏的杀招。但这最终的杀招能顺利击出，还是拜你这尊大林所赐。为了报答你，你将成为这个王朝最后一位公主，为她送葬。宣岁月城李白入殿面圣。师叔现在可救不了人，对不住了。青龙皇武侯护，对正于义。你跟刺客什么关系？什么刺客？嘴硬，带回去。
这么做会让很多无辜的百姓丧命，收手吧。无辜的百姓，当年唐军为了夺取圣石对我们赶尽杀绝，使我们被迫生活在这阴暗的地下。我要推翻这个王朝，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，而你护着长安，最后能得到什么呢？长安不会有你这号人物，你只是个被瞧不上的过客。那我们就再次决一胜负。太点不清自己的斤两了。别和他硬拼，借助地势攻击大明。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是不会允许你破坏我的计划，破坏这一切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的是天下百姓免于战乱。
只有服从戾气，忘掉仇恨，你才能看清一切本质；剑，才能听到剑客的召唤。 我不想变成如此憎恨。恨意不会就这么了结的，你只是忘记仇恨，不代表仇恨不存在。燎原之火就要燃起来了。 简直是一派十一兵符、万邦来朝的雄伟宏图啊！这殿试的结果，也是时候宣告天下了。嗯，不过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，朕没见到啊？启禀陛下，那个叫李白的学子，违抗圣意，怎么传都不来殿上面圣。 这个人诗写的怎么样？天下第一啊！走，陪朕去看看。
看烟花。皇上驾到！中秋节大典已顺利落幕，恭贺皇上慧眼识英才，这也是圣上今天运报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不像是个亡命徒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跳！至少让我知道是谁救了我。再弄丢，就没人把你找了。上！公主殿下！殿下，公主殿下呀，公主殿下。